接下这个什么就可以了，跟什么一样呢？跟这个伊拉固啊，说是什么什么，或者这个伊日基拉度，这个伊日基拉度表什么呢？起始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是他们三个人的三个的意思呢，是差不多的，表示起始的意思。什么什么哪嘛，那我们通过这个例句呢来说明一下。몸이 그리 크지는 못하나마 아주 단단한 사람이야。那么这个 몸 呢是身体的意思啊。那么 그리 크지는 못하다， 그리 크지는 못하다 什么意思啊？不是那么大啊。那么 그리 表示呢별로的별로啊，不怎么不怎么，科技不太大，不怎么高啊。那么后面加这个拿嘛啊，不太拿嘛啊。那么即使尽管他的个子呢不怎么高，但是呢阿祖坦丹南擦拉米达是非常结实的一个人。那么坦丹娜达表示呢结实的意思啊。那我们再来读一遍，몸이 그리 크지는 못 하나마 아주 단단한 사람이다， 表示呢即使的意思啊，尽管。我们看一下第二个，누추한집이나마편히쉬십시오啊。那么即使呢是一个非常烂的房子，但是呢还希望呢你呢休息得很好啊。那么누추하다，누추하다表示呢落后的啊，这个丑这个旧破的简陋的意思。那么누추하다，하다呢表示呢修饰这个집啊，한누추한집，집이是什么呢？是个名词，因为它是有韵尾的，所以我们后面加这个이나마。누추한집이나마啊，但是呢편히非常舒服的怎么样呢？쉬십시오，请啊非常啊舒服的休息吧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，名词副词的后面呢加这个나마，表示尽管啊即使这样的一个含义了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名词的后面呢加这个이나마呢，和这个루나마、케나마、에소나마的意思呢是一样的，表示哪怕的意思。那么这个나마呢前面还可以加这个啊루나마，这个케나마、에소나마表示一个强调作用的，对吧？强调作用的事情。那么这三个啊，这四个呢都是一个意思，表示哪怕或者是即使啊，或者是尽管这样的含义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啊，표를못구할까봐걱정했는데입서표나마구해서다행이다。那么표를못구할까봐，那么这个을까봐表示害怕的意思，害怕，跟这个什么一样呢？跟这个을세라的意思是一样，跟我们上节课讲这个을세라表示害怕的意思是一样的啊。那么표를구하다表示呢购买到，得到这个票啊。那么害怕呢买不到票，걱정했는데，这个는데呢表示一个转折关系的啊，我非常担心买不到票，可是怎么样呢？입서표나마啊，입서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站票啊，站票叫入席票啊，入席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呢这个站票的意思。那么입서표나마，那么哪怕是这个站票呢，구해서啊，那么尽管呢是这个站票，那么구해서다행이다，那么还是非常的幸运的，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呢我们来重新把这个例句来读一遍啊。표를못구할까봐걱정했는데입서표나마구해서다행이다，这样的一个含义了。那我们看这个练习的第一个卡怎么说呢？미안해요啊，不好意思，빌려줄돈이많은밖에없어요，많은밖에없어요啊。那么빌려줄돈이啊，빌려주다表示呢借给你的，那么后面加这个을是什么意思？表示个惯性词，修饰这个钱。那么他是给了还是没给呢？啊，没给的，表示将来是将要给你的这个钱呢？啊，많은밖에없어요，많은是一万块钱，밖에없다表示呢只有，我要借给你的钱呢，我只有一万块钱了，这样的意思。那么拿说아니에요啊，没关系啊。他说미안해요，아니에요，没关系啊。那么怎么样呢？빌릴수있어서다행이에요啊。那么尽管呢是一万块钱，但是呢빌릴수있어서啊，是表示原因的。那么也可以借到，那么是非常的啊，那么是非常这个幸运的，是非常幸亏的，这样的意思。那么만원啊，만원，만원呢是一个名词，后面加什么呢？이나마，对吧？만원，만원이나마빌려수있어서
다행이에요. 我们说这个名词的后面呢加这个哪怕表示哪怕的意思啊，哪怕是1万块钱，但是呢能够借到就已经很幸运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만원呢是以这个韵尾为结束的，所以后面加这个이나마啊这样一个搭配方式了。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啊，卡说늦어서죄송합니다啊，늦어서죄송합니다，不好意思呢，我来晚了。那么哪说좀늦긴했지만啊，有一点晚，但是怎么样呢啊，와서다행이에요啊，那么虽然是有点晚，但是呢你来了也是多亏了你来了这样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좀啊，有一点呢什么什么긴하지만啊，虽说是晚了，虽说是晚了这样的意思。那么这个늦긴하다啊，늦긴은했지만，那么呢怎么说呢啊，이제나마，那么이제나마呢，이제呢是一个名词啊，那么到现在呢啊，即使是现在呢你能来呢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，所以呢이제나마와서다행이에요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名词后面呢加这个나마表示哪怕的意思。那么今天呢我们两个语法呢就讲到这里啦，여러분다음시간에만나요。